各位朋友，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咧，楚怀王咧就俾呢个张仪咧就困咗，咁咧就张仪咧本身应承咧就系咧割呢个六百里嘅土地咧就俾阿楚国就同呢个齐国绝交嘅，咁但系最后咧竟然个最后个回复咧系六里，咁啊楚怀王咧非常之愤怒，咁咧佢咧就冇听到大臣咧陈衬嘅意见咧，决定咧。一方面係同齊國反面，另一方面咧就係咧出兵攻打呢個秦國。咁咧就楚懷王咧，佢就派咗咧十萬大軍咧去攻打呢個秦國。咁啊，而當時咧秦齊兩國咧係一齊聯合應戰嘅，甚至韓國咧都出埋兵。咁但係當然韓國國力好少啦，即係好渣啦，咁啊兵力都唔方多。咁主要係秦同埋齊。咁但係兩個咁大國家加埋，你都好難頂啦，係咪啊？咁所以咧，楚國咧就喺丹陽呢個地方咧，受秦齊兩國夾擊，嚇大敗，嚇損失咗咧70名嘅將領，士卒咧死咗成80000人，啊咁而楚國漢中啊大片咧呢個土地咧就俾秦國咧係奪去咗。咁啊，失敗嘅消息咧傳咗翻去首都郢都咧，咁楚懷王咧嚇聽到佢唔係話好失望，佢反而係仲嬲嚇嚇唔憤氣，又一次咧召集大軍咧去同秦國咧去再戰啊！咁所以我哋睇到楚懷王咧，其實係一個咧，我唔知佢咪叫固執嚇，或者叫任性，佢唔聽人講嘅嚇，或者咧就話佢好偏聽嘅。即係一啲咧忠臣嘅説話咧，嗱咁當然有時忠言係逆耳啦，即係例如今次陳陳啊叫佢咧，反而咧就係即係嗱秦國呃佢，但係佢就叫阿楚懷王咧，唉都係同秦國妥協啊，反而咧就一齊去攻打齊國攞翻著數。咁但係咧楚懷王係非常之愛面子嘅，我俾你玩完，我仲要嚇俾個城你。即係黐孖筋啊！咁所以咧，佢咧就係咧一時衝動咧嚇，又再去咧集全今次全國兵力喎，咁80000人，其實咧雖然就唔少，但係咧如果相對楚嗰個國家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嚇。咁啊，全國兵力可能幾廿萬咧，就再同秦國再戰啦。結果咧，秦軍咧又喺藍田呢個地方啦，唔係香港藍田啊，陝西省藍田呢個地方咧。是咧，將呢個楚軍咧係擊敗。咁而咧喺同時咧，因為咧之前咧係楚國咧係單方面咧就係同呢個齊國咧斷絕呢個關係啊。咁所以當時咧其他國家咧都係覺得咧楚國咁做咧其實好唔啱啊，即係都好多咧對於楚國嘅不滿啊。咁啊，其中兩個國家韓頭先就出兵。聯合埋齊同埋秦一齊咧，同阿楚國激戰啦。咁咧，今次韓就同魏咧兩個國家咧，因為就係怨恨楚國咧單方面撕毀六國盟約咧，所以就趁楚國趁佢病攞佢命，趁佢後方空虛咧就襲擊楚國。咁都係唔係諗住滅佢嘅，攞城池攞著數啫。一直打到楚國境內咧有個叫鄧嘅地方。咁啊，鄧就今日河南鄧縣啦。咁楚懷王咧，哇，發覺有幾面夾擊啦，先至咧被逼咧派出咧三女大夫屈原咧去齊國咧去謝罪咧嚇，去到談判啦，亦都叫陳陳咧去秦國去求和嚇。咁而佢決定咧失咗嗰啲地咧就唔要啦，另外再割咧兩個城咧就俾秦國，因為即係知道死啦，知道衰啦，賴嘢啦，咁啊。唔能夠再口硬啦，咁所以諗住咧，都係用啲著數咧，係快快脆脆咧結束個戰爭。咁啊，即係楚國諗住割兩個城池俾秦國啦。咁但係今次咧好得意喎，秦惠文王咧嚇顯得好大方喎，佢就同陳陳講啦：，唉，其實算啦，唔使楚國割兩個城啦，我情願攞漢中嘅一半嘅土地咧，換楚國黔中嘅土地。如果楚懷王願意，我即刻退兵啊！咁其實咧，秦惠文王咧都係即係好精明、好深思熟慮嘅君主。咁
當然就係話，究竟點解佢中意鉛鐘嘅地就寧願漢中，而可能鉛鐘係啊呢、這個我都唔係好清楚，可能係有啲戰略軍事嘅作用，或者可能比較靠近秦國嘅領土都唔定嚇。咁 即係楚懷王咧收到咧呢個秦惠文王呢個信息咧嚇，佢就諗一諗嚇，咁佢點咧？佢就反而咧唔應承喎。咁佢唔應承嘅原因咧，嚇唔係話唔想交換個地，而係咧佢想咧嚇、啊、趁住呢次談判咧，係咧搞掂呢個張儀，因為佢心入邊咧係痛恨張儀。不過但個問題，佢唔明白張儀都係有任務喺身啊。如果佢係同你冇任何政治關係，佢冇必要呃你，或者咧就張儀只係奉命行事啫。根本可能幕後黑手就是秦惠文王，但是这个楚懷王呢反而对张仪这个人耿耿于怀，喂，咁大家各为其主啫，在战场上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啊，国际的外交方面啊，不是我找你着数，你找我着数，咁张仪都是奉命行事啫，咁样啊，咁但楚懷王呢他反而是在乎张仪，就不在乎啲土地，咁他好气愤就话唔使换地啦，只要秦国将交啊将呢个张仪咧交俾我哋楚国，我情愿直接将黔中嗰笪地咧奉送俾秦国。啊，呢、這个楚懷王咪痴痴地嘅啫，佢真系唔系好适宜做君主啊！吓，好多时一时之气嘅，啊，为咗一己嗰个喜恶啊，啊或者系喜怒啊，系而将国家嘅利益系置诸度外嘅。咁啊，秦惠文王咧就唔答应，因为觉得。冇理由搞錯，即係你張儀根本冇做錯任何嘢，我點可能無端端將佢交出嚟咧？嚇、啊，咁我嘅軍威何在咧？咁張儀聽講咧，正常聽講咧就肯定好驚啦，因為哇大佬楚國將白白地將啲土地送咗俾秦國，只係要殺張儀一個人，咁啊正常你都驚啦，係咪先？我點知會秦國將我嚇、啊、出賣？唔好話出賣啦，將佢獻俾楚國啊！到時啊，碎屍萬段，酷刑都有啊！真係嚇、啊，到時真係嚇、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咁啊大鑊啦！咁但係秦惠文王咧，佢就唔應承。咁啊，當時張儀就去拜見秦王啦。咁佢就話即係佢個答案又係好出人意表啊！佢就話：皇上，不如你派我去楚國。哇！派去楚國，楚懷王咁憎佢，派去楚國即係送上門啦，係咪自殺呢條友？黐咗線咧，身痕咧係嘛？嫌命長喎條友啊，張儀。咁咧佢就同阿秦王講啦：大王，咁不如用我一個人換取黔中大片土地，我哋就佔咗好大嘅便宜。不如你應承我，派我過去啦咁樣。咁啊，秦王就好為難啦。楚懷王係要報復上次咧，話要獻商呢笪地方600里嘅事嘅。嚇、啊，你咁樣做咪即係自投羅網？咁啊，張儀就話。秦强楚弱，我是奉大王之命去的。我想他就算大胆啊，他都唔吓、啊，即系点样嚣张或者点样争我咧，佢都唔够胆咧，真系咁样直接杀我嘅吓。咁、啊、再讲咧，其实我系同楚国嘅大臣咧近上咧好 friend 嘅。咁啊，而近上咧又系咧楚王嘅宠妃郑袖嘅心腹，或者佢哋两个人的关系咧系好密切嘅。咁所以咧，而鄭就呢個女人咧，可以令到楚懷王咧係對佢言聽計從啊。咁皇上有呢兩個人喺度咧，我係會冇事嘅。咁所以咧，秦惠文王咧，即係勉強都覺得張儀都講得有道理咧，就同意派咗佢去楚國啦。咁而張儀一到楚國咧，楚懷王即刻咧命人咧將佢五花大綁，關押監房，係準備殺佢嘅嚇。哇！咁啊，張儀而家好危險喎、哦。張儀原本係諗啊，應該呢個楚懷王唔會對佢點啊。但一去到咧，即刻五花大綁。我諗咧，真係想即時嚇、啊、處斬都未定，或者咧先嗱、啊這個、呢個咧用啲酷刑咧去折磨佢，然後先殺佢。嗱、啊，分鐘咁喎。哇！而家張儀嘅處境啊，好危險喎、哦。唔知張儀有冇後悔咧？佢作出呢個咁樣嘅提議咧，而家賴嘢啦咁樣。啊，咁張儀會唔會係咁樣咧？就嚇死喺呢個楚國國境咧？嚇、啊，係咪咁樣自投羅網？嗱、啊，最後咧
就是呢求人得人呢，啊，究竟张仪的命运点呢，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讲了。